浪姐说我还有点糊涂，鸟儿在头顶把森林叫醒，甜甜空气让我很舒服，天上太阳已红扑扑，看起来很模糊，远处山坡有几棵小树，去年冬眠前我没记住，起早上摘果点，喝着露水泡着树，抬起头踮脚尖，加快我长大的脚步，吹口哨哼着歌，摇摇晃晃找道路，放到开揉眼睛，长大的我还有点小糊涂。强的手机上，啷个哩个啷个哩个啷个哩个啷，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，稀粥泡馒头，我的最爱，真香啊！谁呀？一大早打我电话。讨不讨厌呢、啊？喂，哪位？王东强、哎李老板，不是吧？我的手机，这回又要花钱买台新手机了。旧手机换手机、啊、早就该换了，最新潮、最时尚，压力牌山寨手机等你的。哇，好帅气呀、啊！压力牌山寨手机不但有普通手机的通话功能、短信上网功能，还有除草伐木等多项隐藏功能。哇，除草伐木这么厉害，还有野外露营、多彩出发等强大功能给您使用。那有没有抓熊功能啊？没问题，野外捕兽功能一样俱全。哇，太好了。不过这么牛气的手机要多少钱呢、啊、原价只要9999元。不会吧，这么贵？我强哥才没那么笨呢，谁会买这么贵的手机啊？觉得贵没问题，现在只要999元。999？而且前50名打进来电话的观众还可以享受99元超低价格购买。哇塞，这么便宜，99元你就可以拥有它。心动不如行动，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。压力牌山寨手机，手机中的压路机。好，现在已经有48位观众订购了。什么？还有最后两位，还有最后两位。电话电话，接电话接电话呀。你好，这里是电视直销购物。也通了。喂，我要订一台压力牌山寨手机，99元的。这个熊蛋一大早就让人家出来找吃的，好困呀。会不会开车嘛？哎，那边不是开往光头强家的方向吗？难道光头强又买啥新的伐木装备了？过去看看。电视购物来了来了，包裹！哇，这么快就到了，先生，请签收。OK。那箱子里装的是啥东西呀、啊？一眼看，应该是想吃的。太好了！有吃的，当然少不了爱熊二的份儿了。哎，对了对了，还拿两个果子带给熊大尝尝去。哇，这机子卖99块，还真够划算的。好，现在就让强哥我试试这款压力牌山寨手机。哇，反应还挺快的，
让我试试拍照功能。原来不是吃的呀。嗯。好嘞，看看我强哥的自拍照怎么样。哎呦呦呦呦呦呦呦，太好了。强哥，我长得还真不是一般的帅呀。再试试其他功能，句子模式。哇，太酷了吧！哇哇好！哇！有了这台山寨手机，我再也不用带着那又笨又重的军事武器了。不行，还得回去通知熊大去。嘿嘿嘿，没想到这台山寨手机威力会这么强大。乖乖，这哪是手机呀？这完全是超级无敌砍树兵器嘛！有了它，我强哥砍树就再也不怕那两头小熊熊了。山寨手机就是牛，请认准压力牌。啷个儿哩个啷个儿啷。哇，这棵树够挺拔的，先砍它吧。啊，这小熊熊不在，让我试试这手机的威力。砍树还真方便。光头强，光头强，你果然跑这砍树来了。说狗熊狗熊就到。哼，我这回不怕你们了，今天强哥就陪你们好好玩玩。喂，熊二，你说的新电锯武器就是他手上拿着的那块黑板砖吗？对对对，就是那个，好像叫啥亚里山楂小鸡。哦，这名字怪怪的。小熊熊，往日的账今天就一并算清吧。看招！躲得还蛮快的嘛。哇，这玩意儿还能放暗器呀。熊二，你不是说那只是把电锯吗？咋会蹦出飞镖来呀？可是呀，明明看到的是把电锯呀。废话少说，好戏才刚开始呢。电锯模式。还没骗你吧，现在是电锯惊魂时间。熊二，你等着干啥？跑啊。接招吧。给我站住。小熊熊，看我怎么打败你们。别跑，要追下来了。站住。好累，这回让你们尝尝电蹦的滋味。快跑，休想逃。站住，绝招千年杀。熊二，你没事吧？俺的屁股没事。奇怪了，怎么回事啊？我明明打中了他的要害呀。光头强，你有完没完呀？这什么电量不足，有没有搞错呀？偏偏这个时候手机没电。两位等一等，等我换下电池啊。哎呀，换好了。我的手机。我的手机又到手了。小熊熊，惹我光头强，熊熊变绵羊，敢打我，让你们尝尝这个。花，哎，去去去，再来一个厉害的。什么平底锅，有没有搞错呀？再等我一会儿。再来再来再来。好家伙，要的就是这个。这算糟了，二位久等了。等等，喂，哪位？电话公司。什么手机欠费？可是我连一个电话都没打过呀。手机的各项功能都要收费，你玩我是吧？怎么不早说呀？讨厌，居然关机了。光头强，玩了这么久也该轮到俺们了吧。熊大侠饶命，我再也不敢了。
难道你还在使用陈旧落伍的手机吗？旧手机换手机早就该换了，原价9999的手机现在仅售999。前50名打进电话来的观众可以享受低价，都因为这山寨机，我木头没砍成，还白忙活了一场。越想越生气，这到底是什么广告，害我吃这么多苦。光头强，有你的信。来了来了，什么信啊？让我看看，缴费通知，您使用了3次手机电锯增值服务，需缴纳300块服务费，而且还有那么多。天哪，我再也不用山寨手机说我还有点糊涂，鸟儿在头顶把森林叫醒，春天空气让我很舒服，天上太阳已红扑扑，看起来很模糊，远处山坡有几棵小树，去年冬眠前我没记住，青草香真多甜，喝着露水泡着树，抬起头，踮脚尖，加快我长大的脚步。吹口哨，哼着歌，摇摇晃晃找道路。碰到该揉眼睛，长大的我还有点小糊涂。强的手机下，哎呀，还是够不着呀呀！那不是往光头强家的方向吗？难道光头强又买了啥新装备了？不行，俺一定要看看。光头强，光头强，有你的包裹。好嘞，好嘞，马上。哎呀，不知道吃错什么了。哎呀，奇怪，我明明没买东西啊，怎么又寄来个包裹？算了，拆开看看。他又在搞啥名堂呀？手机，呀，又是这玩意儿！谁？谁？
奇怪，难道是我听错了？幸好没被发现。哎，对了，上一次句子模式，哇塞，太酷了！点一点，按一按，句子就出来了。咦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上回光头强就是拿着那玩意儿去砍树的，情况紧急，俺得告诉熊大去。奇怪了，是谁给我寄的手机呢？喂，谁呀？光头强，你东西收到没有？东西，您说的是手机吗？对，没错，就是手机。最近你不是手机坏了吗？啊，这手机啊，老贵了，足足可以抵你一个月的工钱呢。所以这手机就当你这个月的工钱吧。啊，什么？那我这个月不是白干了？哪那么多话，还算什么工钱呢？给你寄个手机还不乐意？没有。总之你给我听好了。这手机你必须24小时都带在身上，不许关机，随时向我报告工作进度。明白，李老板，再见。我还是头一次听说拿手机来顶工钱的。哎呀，树没砍成，工钱也白搭了，让我这个月怎么过呀？哦，哎呦，哦，肚子又疼了，肯定是吃错东西了。哎呦，好疼啊，好疼啊！哎呦，嘿，光头强不在，准备行动。好嘞，准备行动。一二三四，2234。哎，找到了没有？没呀。难道被光头强藏起来了呀？就是这个。这玩意儿咋用呢？您好，这里是家政服务中心，我们将会为您提供房屋打扫、家里保养、快关掉厕所，让光头强听见就麻烦了，做饭等各种业务。快，咱们赶紧撤。一份呵护，一生伴随，这里是伴你一生的仪式保险。哎呀，啥乱七八糟的，关掉它。关了。走，赶紧走。这玩意儿到底有完没完？拿来。喂，猜猜我是谁呀？俺咋知道啊？这什么声音啊？小熊熊。你们，我的手机。小熊熊，把手机给我放下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听到没？这，快放下。好。熊大，还给你。撤，快！小熊熊，别跑。喂，光头强，怎么电话打不通啊？一直在通话中。刚才是小熊熊一直拿着电话。熊，那还不赶快抓住他们？现在贩卖狗熊的行情可好了，反正抓到一只，工资加倍。什么？工资加倍？太好了，李老板，您就放心吧，我现在就把两头熊抓回来。可算是逃出来了。都怪那个小盒子，响个不停。小熊熊，给我出来！看到你们了，乖乖的束手就擒吧。不好，追上了。给我站住。熊大咋办呀？也不好干呀。哎呀，咋办呀？等一下，小熊熊给我站住。完了，没退路了。无路可逃了吧？为了双倍工资，可别怪我无情了。喂，李老板。先生，您要办证吗？办证？我们这里教师、画师、厨师证，证证都有。IPS、IQ 卡卡卡齐全。
有伐木证吗？这个好像没有。没有？哎，不过可以有啊。那还叫证证齐全？强哥，我没工夫理你。哼，束手就擒吧。乖乖的跟我回去，我强哥也能赚个双倍工资。他又来了。喂，喂，先生你好，这里是乐乐乐商城。为庆祝本商城呢开业两周年，我们这是全场三折大酬宾，三折，还有老多的精彩节目，你可千万不能错过呀。我不需要。小熊熊，无路可跑了吧？又是谁呀？哎。你好呀，这里是 OX 银行9627为您服务，先向您推荐本行新推出的业务。强哥，我没空。哼。谁呀？恭喜你中大奖了。你才中大奖呢，你全家都中大奖，以为强哥我那么好忽悠吗？啊。光头强，喂，你们到底有完没完了？光头强，敢这样对我说话，不想干了是不是？不是的，李老板，现在情况紧急，我被那两头熊包围了。哎，正好，我刚刚学了两招，惩罚狗熊绰绰有余。太好了，一切就绪。听好了啊，这招是萝卜炖排骨，原材料有萝卜一斤，排骨两条，油盐酱醋，这个，哎呀，犯错了，等一下啊，哎，找到了，大鸟展翅，大鸟，是大鹏展翅吧？哦，对，大鹏展翅，大鹏展翅，还有，这招也好厉害呀，熊大。光头强这是在玩啥呢？是倒挂金钩吧？等啊，我这还有一招，超级厉害呀！看他还能捉咱们！光头强，你怎么了？哎，我告诉你，我这还有一招啊！先生你好，这里是我干爹房地产。又是些不知所谓的广告电话。紧急清仓，疯狂甩卖。太生气了！终于清静了。
也许我还有点糊涂。鸟儿在头顶把森林叫醒，甜甜空气让我很舒服。天上太阳已红扑扑，看起来很模糊。远处山坡有几棵小树，去年冬眠前我没记住。青草香，山坡甜，靠着露水，靠着树，抬起头，踮脚尖，加快我长大的脚步。吹口哨，哼着歌，摇摇晃晃找道路。放脑袋，揉眼睛，长大的我还有点小糊涂。都是山寨惹的祸。砍哪棵树好呢？哇，这棵树够大够粗，就它了。怎么又卡住了？保护森林，熊熊右侧。小熊熊又来了。光头强，这些小树才刚刚长大，不准你砍它们。好汉不吃眼前亏，走为上策。小跑，别跑，这次非让你知道厉害不可。你听我解释。全不要啊！每次砍树都被小熊熊抓住，我强哥怎么这么窝囊啊？哎呦，我好疼啊！小熊熊下手真重啊！哎，要是我长得高跑得快就好了，可腿短又不是我的错。还在为孩子跑步倒数第一而烦恼吗？最新高科技飞速火箭靴能帮你的孩子成为刘翔第二，有了它，做飞人不再是梦想。心动价3000元。哇，这高科技不错呀，可是3000块呢，都快赶上我3个月的收入了。特价火箭靴，不要998，不要888，只要88呀！88元你买不了房，88元你也买不了车，88能够帮你买到高科技火箭靴，帮你实现飞人般的梦想啊！哇塞，这么便宜！不过，这个山寨货会不会质量不好啊？哎呀，不管了，先买来试一试，到时候我就可以。跑哪儿去了？这咋回事呀？有了它，我砍树就再也不怕小熊熊欺负了。喂，我要订购一套88块的飞速火箭靴。王东强，快递！我的火箭靴终于到了。去砍树，顺便试试我的新装备。哎呀！救命呀！小熊熊，横冲直撞的，想干什么呀？下次就没那么好运了。俺刚才是不是被车给撞了？俺的蜂蜜呢？俺的蜂蜜去哪儿了呀？呀，这是啥东西呀？溜冰鞋，溜冰王子熊二来喽！
停下呀！完了！哎呀，好疼呀！这个溜冰鞋，咋脱不下来了？嗯，按钮。嗯，哎，这是咋回事呀？哎呦！啷个哩个啷个啷！怎么回事呀？哪来的蜜蜂？走开，快走开！甩掉他们了！快跑，快跑！我的火箭靴呢？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哎呦，真倒霉！刚买的火箭靴就丢了，还被蜜蜂追，讨厌！不、啊，我的手啊！哎呦，算了，还是先砍树吧。看来今天只能这样砍树了。啊！哎呦！哎呀！哎呦！救命！谁呀？这是咋回事呀？那不是我的火箭靴吗？好快呀！终于停下了。果然没买错，真是件宝贝呀！以后我就再也不怕小熊熊了。噔噔噔噔噔。噔噔噔噔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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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！哇！哇！哎呀！哦！过分！那个光头强突然间那么快的飞过来，把我都撞翻了。是啊，硬把俺从树上给撞下来了，砸了俺一脸的蜂蜜啊！你看看。哎呀！肯定是光头强穿着那双靴子在干坏事儿。靴子？那双靴子跑得可快了，俺们可追不上他呀。嗯，那咱们也设个陷阱，把光头强抓住，怎么样？哎，这个主意好。嗯，是。加油，加油！光头强，一切就绪。这下没人能阻止我强哥砍树。光头强。光头强，光头强！小猴子，强哥我今时不同往日了，接招吧！雕虫小技！成功啦！耶！耶！想抓我没那么容易，我现在就去把树砍光。快阻止他！好火的！哇！自量力！
一定要拦住你。哎呀！我光头强势不可挡！呀！呀呼！哇哈哈哈哈！这么高？慢点，慢点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！啥是山寨产品呀？